最近国外有个最新的都市传说，说是如果一个人长期宅家不出门，就会被长满一堆眼睛的怪物盯上。而你已经宅家三个月了，这天家中出现了异样，你能活着离开这里吗？在本期的视频开始之前，求求大家点个赞吧，本期视频点赞过1000，我们就每日更新，让我们的视频开始吧。给个三连，求你了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个游戏，叫做 Broken Lore Don't Watch。那么现在，让我们开始游戏。哦，我们这是在看电视。哇，这墙壁上还有个海报，好像那个《生化危机》里边的爱达王呀。哎，突然有什么消息的声音。哇，我们这个主角的这个生存环境啊，好糟乱啊！这一个小屋子也就10平米，全部都是垃圾，然后这个床也没有，就睡在这个地铺上。到处都是垃圾，还有一大堆的漫画书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泡面碗啊，什么东西，各种东西。这什么样的废宅啊？哦，这墙上还有一个海报啊，很二次元的海报。OK， 咱们来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个消息啊。给我们发消息的人，这个叫做纯子啊。嗨，真嗣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希望我没有打扰到你，有些事情想跟你聊聊，我真的很担心。你为什么会突然找我谈事情？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呀。是关于秀夫的，你之前在康复中心见过的，你还有印象吗？他怎么了？哦，这个打字好慢啊。他给我写了一些奇怪的东西，让人很不安。他似乎在害怕些什么。我可以给你打语音吗？这是真的吓到我了。我今天很忙。真嗣，他说有人试图进入他的公寓。话说这个主角叫真嗣，哎，我们这是在玩真人版 Eva 吗？抱歉，我没有时间听那种白痴笑话。他看起来不像是在开玩笑，叹气。这个纯子不会就是明日香吧？真嗣，你还在吗？那很明显我们现在不在了呀。我们现在这个现在要干什么？继续回去看电视吗？哦，哎，啊，怎么突然有人过来按我们的门铃啊？来，过来，透过猫眼咱们看一下外面。哇，哦，披萨配送员，放在门口就好了呀，不是确认过了吗？十分的抱歉，现在就把这个放在门前，希望下次再惠顾。OK。OK， 那我们把这个披萨拿进来吧。这个披萨看起来还挺美味的，不过我们这个屋子里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把垃圾扔出去了，感觉这个披萨上都会充满着那种细菌。哦，这看起来还挺好吃的，像是那种意式的香肠披萨。这是一份切了16块吗？哎，怎么好像又有电话的声音啊？那我们现在去接电话吧。我电话我们都放到厨房这里。好像是妈妈。你终于接电话了。去干嘛去了？是不是还在打那些愚蠢的电子游戏？游戏并不愚蠢，但它会浪费你的时间，分散你的精力。如果你一直盯着屏幕，那你就没有未来。如果你真的担心我的未来，那就把我要的钱给我，你知道我现在很需要。这个真嗣怎么还啃老呢？我们决定不会再给你一分钱了，真嗣。这就是让你回归现实的条件啊！完了，林波丽要不给我们钱了，我们没有妈妈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要出去打工吗？没有钱的话，那在这里就只能饿死了呀。一点胃口都没有了。洗把脸就睡觉吧，这一天真的是够够的。不是哥们儿，你这个环境洗个脸有什么用啊？这么脏，你就是洗个脸，对不对？回头也会出现一大堆的细菌啊什么的。哎，日本这么小的一个房间里都有浴缸。 OK， 哇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嗣是吧？那么先来洗一下脸吧。
这个洗脸甚至也没有用洗面奶啊什么的。他说唯一的出路就是除掉眼睛，什么鬼？眼睛要把它们全部消灭掉。哈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们这是半夜突然醒了，我们要找到眼睛，什么鬼？没有过剩的。啥意思啊？保持冷静，真四，除掉眼睛，好黑啊！我们是要出门吗？哦，哇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沙耶之歌吗？打开一下这个浴室。哦哦，我们要除掉这些墙壁上的这种眼睛是吧 ？OK， 拿我们的这个刀啊，捅烂他们。哇，哇，这个眼睛好诡异啊！你看他一直在盯着我们，来给他戳掉。我们这是在做噩梦吗？哪里还有啊？主要这个场景太黑了，根本看不到。能开灯吗？他这要是不开灯的话，还真的是很难看到这些墙壁上的眼睛之类的。不过这个眼睛好像是会发出一些声音的，我们可以循着声音找到。哦，看到了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来给它戳掉。好黑啊，还有哪里有啊？好像阳台有，阳台主要是太黑了，根本看不到。这里找到了。哦，还有这里，这到处都是眼睛，这个眼睛到底是什么？哦，我们除掉眼睛之后，这个突然就变亮了，亮堂起来了。然后我们的那个卧室门开了，这要出去吗？这外面都是血肉啊。哎，走在这个路上都是胶粘的，十分的阴间啊。这个感觉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个游戏，叫沙耶之歌，不知道有没有观众玩过，也大概就是讲着墙壁啊都变成了肉体这种。哇，这好多好多这种血淋淋的东西啊。 OK， 我们这是在进入了这个房子的什么组织液里面吗？啊，我们能跑啊，这还是个迷宫。哇，我感觉走到这个地方，我的脚上都是脏脏的东西，好脏啊，感觉会有奇怪的怪物出现。哦，等一下，这边那个就是我们要找到的眼睛吧，有点像什么白眼魔君之类的。我能除掉他们吗？这个游戏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好像暂时没有更多的内容了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恐怖游戏视频，可以点个三连还有关注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